记上个视频，最近两个毛孩子有点飘了，下班回家连个抱抱都不给我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今天我还不信了，看你们来不来。干饭去了，干饭去了。端上了我的饭盆，剧情把干饭吃昏，我真的好想。哎呀我天！你！哎呀我天！哎呦我的妈！二红。